典礼开始，奏乐。主席，请就位。今年校庆运动会，一年级导师以及同学将以精心设计过后，能充分展现各班特色的画班进场，来庆祝中正高工42岁生日。请同学及师长们拭目以待吧。另外，特别介绍这次班人运动会演奏的是由管乐团指导老师汤马士老师。率本校年轻有活力的管乐社学生热情演出，运动员进场。首先进场的是建筑科，建筑科是由科主任周礼学老师带队，建筑一校导师张简红玉老师，建一校导师张简红玉，班上学生个个青春洋溢，热情活泼。勇于冒险，接受挑战。我们是一群自律努力的学生，在中高的生活早晨叫醒我们的不是闹钟，是我们追求卓越的梦想。我们存在是为了让建筑变得更安全与舒适。让我们跳一首青春洋溢的舞蹈，来祝中正高工生日大快乐！我怎么？他是找人指来的。然后问的是上面的。我们的学生姐们哈，这个给我们学弟姐妹妹掌声好不好？哇，大家掌声啊！
谢谢。好，我们学长姐给学弟妹掌声好不好？哎，很好。冷冻科是由科主任杨子毅老师带队，冷冻一校导师王翔宇老师。本一校婚宴的主题是以纸钞屋来做流行彩妆，本一校是一个活泼有礼貌的班级，同学们个个都非常受到老师的爱戴，每个同学都身怀绝技，并且文武双全，在上课时会踊跃地回答老师，不会使老师陷入尴尬。最后，我们班将全心全力去完成运动会的每项赛事与活动。掌声，谢谢。
会的，今天是美好的一天，是42届校庆呢。先祝学校生日快乐，就让司仪念一段简单的绕口令吧。时时注意，喜事时事，事事报道，绝不失时。重大史实写成史诗，可贵之处实事求是。希望各位今明两天有个开心的回忆。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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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科，汽车科是由科主任陈新鹏老师带队。汽车一中导师李明春老师，汽中是个很活泼的班级，遵守学校校规，和老师长热情的打招呼。我们尊重各位师长，欢迎各位同学，展现我们汽中的热情。今天我们要表演《同一人战斗舞》来庆祝中正高中42周年生日快乐。我们希望用舞蹈来活跃气氛，让今天变得更加有精神。祝中正高中42周年生日快乐！记得机场的是控制科，控制
是由课主任王全生老师带队，共计一周导师张杰子介导师。课一周是一个活泼开朗、积极向上的班级，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大家庭。他们以企鹅走路的方式进场，可爱不整齐的步伐，大家手不牵手，心不连心，团结合作，互相扶持。课一周昂头挺胸，意气风发，秉持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风格，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努力拼搏。相信在今天的运动会上，将会团结互助，发挥优势，取得优异成绩。Thank you.
谢谢。接着介绍的是机械科。机械科是由科主任蔡世华老师带队。机械校老师施社宇老师，我们是专业又有气质的机械一校。在老师眼中，我们活泼、有礼貌且上进；在同学间，我们团结一致，成为稳重且踏实的机械科学生是我们的目标。在未来重工的日子里，我们都会全力以赴。电机一校旗
倒数，三、二、一。
制图科是由科主任叶廷真老师带队，制图一中导师张光明老师用着跨世代的舞蹈来代表着图一中的非凡时尚，用着青春活力的舞蹈来代表着图一中的热情，用着团结的舞步来代表着图一中的团结，送给中正高工满满青春活力与团结力量，祝中正高工生日快乐。掌声越大声，越感谢越好。来，
到每个班级都这么热情的参与，相信今天的比赛一定很精彩。接着还有两个对我们学校很重要的团队要进场，让我们欢迎中正高工非常重要的团队，那就是我们的校友会。校友会由黄瑞杰理事长带队。今天的家长会在黄千吉会长的带领下，同学要不要这样子？校长们，给我们热烈的掌声好不好？谢谢会长，感谢家长们在学校大学里面给我们非常非常多的支持，谢谢。我们掌声啊！欢迎同学以热情的掌声及欢呼声来欢迎家长会的参与。谢谢以上两个团队的热情参与，全体同学请起立。会旗进场。会旗是由黄俊胜、冷一中、吴定和、鼎一校黄慧哲、古一中龙敏琪、鼎一中谢一鸿，各位充满活力、活泼、有朝气的贤弟盟军迎举校旗，代表着全校师生蓬勃的朝气。红军社重视优良传统的传承，每年运动会前都会在运动场上看到学长姐教导学弟妹举会旗的身影。辛勤训练的背后，为的就是今日的活动。
协进音。现任国立高雄科技大学造船及海洋工程系副
理教授及专业技术人员，拥有甲系五级电焊甲级技术师证照，为国际焊接学会国际焊接工程师，是标准中所规定最高层次的焊接技术人员和质量监督人员，担任国际技能竞赛国手选拔赛焊接职类审判长，获选高雄市政府教育局的发生技职教育职工。好，各位同学啊，这个奖啊，我请的是我们陈佑老师啊，陈佑教授啊，他在东正高工当时的导师哈、啊，庄文鼎老师颁奖，我们掌声好不好？大家掌声啊！由自己的老师颁给自己一个学术上的最大的哈、啊，谢谢。
师，恭请校长颁奖。开动。铁三项李明豪优胜第十五名，指导老师石胜宇老师，恭喜校长颁奖。
首先呢，我要介绍我们今天刚刚颁奖里面，我们第十九届的校友，我们华友联董事长啊，陆兆平陆董事长，来，我们掌声。这个学长非常优秀啊，这个华友联目前来看是我们也是高雄之光哈、啊。OK， 我等下会请陆总啊给我们这个稍微的勉励我们学弟哈、啊。第二位啊，我们高科大的那个女教授，来，那个我们的另外一个女教授啊，李成佑女教授啊，谢谢谢谢。好，那要会做自己的人，我就不先介绍，好不好 ？OK 啊，好，那我们的几位跟我们就按照这个里面的顺序来哈。赖月荣服务处的助理，我们廖冠军廖助理来，谢谢谢谢。我们倒数一位李顺序服务处的副主任柯明昌副主任，谢谢副主任，谢谢。我们李婉蓉服务处的秘书许玲玲许秘书，谢谢谢谢。好，我们非常好的朋友啊，也是工商本地奖哈，熊山的校长杨文良校长，校长谢谢谢谢。我们的邻近非常好的国中的伙伴，我们的一鸣国中许东宏许校长。谢谢谢谢谢谢，好，我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民国国中邱立文邱校长，哦，好，辅仁科大的杨大宇杨教授，谢谢谢谢杨教授，谢谢，我们前镇国中的郑金典郑主任，来好，对好，西甲国中的我们的好朋友陈正宪陈校长，来，正宪，谢谢。好，郑丽艳的办公室的那个吴家化吴助理，谢谢谢谢谢谢。好，盐城国中王俊泽王校长，王校长谢谢谢谢。我们高雄特教的张崇敏张秘书，谢谢谢谢张秘书好。好，仁武高中哦于中典于校长，谢谢谢谢校长谢谢。好，东夏国中。钟杰来，钟校长，谢谢，全力支助。好，美人国中啊，我的学妹丽如梦，梦，谢谢，谢谢。好，树科大我们黄龙生黄教授，黄教授，谢谢谢谢。好，前进国中黄威尔黄校长，对啊，谢谢谢谢。威风国中江振福江校长。好，前镇高中哈、啊，这个过年好友哈、啊，陈立伟陈秘书，谢谢，谢谢谢谢，啊，我的很棒的，我们中正高中的这个荣誉会长了、啊、哈，谢姑娘啊，谢院长，谢谢谢谢，好，我们陈志东服务处的严宇轩严官员，谢谢谢谢官员，好，还有几位我们也是一样，好再介绍，我们香港高中的陈建明陈校长，谢谢谢谢你，谢谢。仁武特教的杨立文杨校长，立文，谢谢谢谢谢谢。好，五虎国中啊，这个是好老友啊，林继林，继林，刚刚对林继林。好，再来是我们，我们校会哈、啊，这个，我们的常务理事哈、啊，林俊杰，那个我们校友来，俊杰。谢谢，谢谢，好，谢谢。好，再来是我们政修科大的龚娟宇龚处长龚博士，谢谢，谢谢，好。好，再来是我们，我们校会的理事长啊，黄瑞杰黄理事长来，谢谢，谢谢。我们也是我们的荣誉理事长啊，也是荣誉会长啊，我们余美惠。李会长，谢谢谢谢会长啊，还有我们荣誉会长啊，校长会长罗克明罗会长，来，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还有我们的今天的、啊、会长因为有事没办法到，我们罗副会长代表啊，罗进章罗会长，来，大家非常好，掌声谢谢谢谢哈、啊。还有我们校友这个家长会的所有的我们的理监事，还有我们的。所有的会员哈，我们也起来掌声，给我们掌声好不好？来，谢谢谢谢哈。来，我们的校友会的伙伴们哈，来，我们也起来，让我们掌声一下哈。来，起来。
好，那最后啊，这个校长祝福啊，我们一整天跟明天的所有活动能够我们的驻区督学哈，我们的詹天伟詹督学，我们掌声好不好？好不好？那个天伟，等一下你要讲的话，一定要赢啊！好，谢谢啊，向祝福啊，我们这个今天的整个运动会能够顺利，明天的运动会会更加的精彩，好不好？那同学就好好的挥洒，这一两天就是各位的主角，我们要好好的。自己的能量把它释放出来哈。好，那接着哈，我就先邀请哈，我们华友联的董事长，我们的杰出校友哈，陆少平陆董事长来给我们讲几句勉励的话。我们掌声欢迎我们这个杰出校友哈，谢谢。我们尊敬的校长。还有我们各位在学界的长官，还有我们林代的先生，各位好朋友，还有我们最尊敬的王文胜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刚刚一直在看建筑科在哪里，因为我也是建三中毕业的。同学大家好，跟各位学弟妹分享，刚刚算一算，毕业也19年。听到我们的校歌，我们的校旗升起的时候，突然我觉得我倒退19年，突然年轻起来了。要跟各位学弟妹分享，在高中的阶段是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为什么？因为刚刚好到了3年级之后。你拿到了驾照，你拿到了所有的证照，迈向大学的一条路。这个学期，这个时代是最重要的。我跟各位学弟妹报告，大家都有赖的群组。我在5年前，我又回到一个中正高工的群组，我跟我所有的同学一起在赖讨论我们学生时代的点点滴滴。我所有的同学目前也都在业界发展得非常好，所以我在这里要勉励所有的学弟妹，大家要更加的认真，因为接下来是国际村，大家不止在台湾可以发展，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整个高雄，哦，这非常大20-30年来，包含我们引进了整个台积电，包含所有的电子业。所有的制造业都在高雄发光发亮，我相信各位学弟妹如果认真的话，接下来大家在职场这一条路应该会非常抢手。我相信我们中正高工所有的学弟妹，未来在不管在人生的阶段，在学习的阶段，我相信大家都会有非常宽广的一条路。我以中正高工为荣，我也期许会祝福所有学弟妹未来在人生的阶段。可以发光发亮，最后祝我们中正高工生日快乐，校庆快乐，也祝福各位长官、各位校长、各位学弟妹、各位同学，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我们非常感谢陆董事长啊，给我们的祝福跟给学弟妹的期许，我们再用热烈的掌声来感谢他，好不好？掌声啊，谢谢。谢谢副董事长啊。好，那再来我要邀请啊，我们教育局的长官啊，我们詹天伟詹督学给我们为我们42周年校庆给我们再给我们鼓励好不好？我们掌声欢迎詹督学，谢谢。各位同学，各位嘉宾，大家好。请代表教育局祝中正高工42年校庆。顺利，在今年哈，我接任前政处的督学，来了中正高工，看到高校长跟他的行政团队哈，非常的认真，
最明显的就是我们这栋一公里的承重大楼拉皮完成哈、那也跟高校长讨论了很多学校未来的发展，像是在高校长的带领下，中正高工继续往前迈进，那再次希望好同学接着的运动赛事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今天的天气非常好，所以请大家尽情的争取好成绩。以上仅代表教育局，祝中正高工校庆顺利，谢谢。好，我们介绍一个这个贵宾啊，也是我们非常好的邻居啊，光华国中，很多同学都来自那个学校啊。我们光华国中的郭宏珠郭校长啊，我们掌声谢谢郭校长啊，谢谢。请参加各组男子一千。